由新北市政府体育处主办的新北市一百年单车逍遥游系列活动，第七场驿站梅乡铁马寻猫趣味游，八月六日在瑞芳正明广场开跑。举办时间正逢中国七夕情人节，现场也特别举办了七夕祈福等特别活动。并不知道今天刚好是七夕情人节。本身这个活动我们就会来了，就会参加了。骑车本来就有伴，要有伴啊。他办这个活动人很多啊，所以骑起来就感觉比较舒服。情人节快乐！没有刻意说是七夕来骑的，几乎都每一场都有来骑。一方面可以健身啊，休闲有没有？那这样很好啊，顺便带我们的小狗出来运动运动。这场特色路线沿着东北角铁道边，边骑车边感受火车道的特殊气息。经过猴洞，并带领大家到猫村，一同认识这群友善的猫咪们。主办单位新北市政府呢，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宣导，那在假日的休闲时间呢，不论是家庭或是小朋友们或都可以利用假日的休闲时间，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骑单车，骑单车低碳又不花油钱，那又环保。为了让全国车友能更了解新北市的好山好水，市府严选九大行政区特色路线，透过单车骑乘方式让民众深度接触新北市郊区，同时体验自行车休闲活动对身心带来的好处。